你看我看到单车嘛，单车啊，我看到一堆。哎，乙辛是算海运公司还是承运人啊？乙辛，你讲 GIM 啊？系啊。海运公司啊，以色列的啊，以色列的船公司啊。啊，他们没有自由船，都是租的吧？有自由的，因有十一万。你看Thank you.